又只剩下一个人了吗？静静长眠吧，像我一样成为尤利尔的养料吧。这么多无辜生命被亵渎，就为了这疯子家族的该死妖气。我们的城市正如无头牛的一心之中，快停手吧，继续为尤利尔工作，你我都是帮凶。为什么要留下来，给我解释一下。我没什么好解释的。